是不是练过？身手这么好，差点把我们俩给拽倒了。是啊，哎，吓我一跳。哎，那两个怎么还没过来？不会失手了吧？是啊，我去看看。赶紧去。人呢？没有啊。哎，哥们儿，拜拜。 哎，你怎么朝我东西啊？帮你们物归原主啊！哎呀，记住我跟你们说的，想成为一名国手，身体是我们最重要的资本，绝不能轻易输。在剑道场上要全力以赴，离开剑道场要全力以赴的保护自己的身体，听见没有？听到了。 王彦贵，你的行李我给你拿回来了，这里危险，你赶快跑！哎呀，没事儿，我比他们危险多了。给我上！ 你这个家伙没事找麻烦，真是个疯子。哎，不是疯子，子枫，冷子枫，最不怕打架了。交给我了。小心旁边。 谢谢你帮助我，警察来了，我们快走。哎，我报的警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这位大神，请先收下我的膝盖，这是什么功夫？怎么一瞬间把他们都解决了？击剑。 这场闹剧终于结束了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好人做到底送你吧。你啊，就是一台会走路的膝盖机，我把你走到哪儿，把麻烦卸到哪儿。来，箱子给我。哎，哦，对了，这附近哪有修手机的？我想修手机。手机坏了，我看看。飞机上的空姐好像把我的手机给弄坏了，从下飞机开始就打不通，也上不了网。看，你手机现在是飞行模式，当然没信号了。 飞行模式，你可不会说你连飞行模式都不知道吧？哦哦，怪不得刚才这里有一个小飞机。<笑>大哥，你是从清朝穿越过来的吗？你皮夹里是欧元呢，还是大清宝钞啊？来来来，这样啊，嗯，好，现在可以用了。哇，女朋友夺命连环call啊，这是。 你想太多了，只是邻居家的一个妹妹。不管到哪儿都找不到二号，他到底还能去哪儿啊？对啊，这么晚了还没有他的消息，确实不太妙啊。二号打来的，哎哎，我来，喂，二号。
喂，一红，你在哪儿啊？你手机怎么没开啊？我手机刚刚弄那个飞什么？飞行模式。那个飞行模式。哦，那你现在在哪儿？我马上去接你。不用不用，我知道地址的。那个疯子没有那。疯什么？冷子峰。冷子峰会送我的，没事。待会儿见。拜。二豪怎么说啊？二豪在这儿还有其他朋友吗？走吧，先回家吧。来，这位妹子座位，凑合用一下啊。你不会是骑着这个脸才变成这样的吧？怎么可能？哥的技术好着呢。你这用微信钱包还是支付宝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可不收欧元的。还是算了，我等一红过来接我好了。哎呀，行了，跟你开玩笑呢，这大晚上的别让女孩过来啊，太不体贴了。上车吧。慢一点啊，没问题。到了到了，哎呀，留个电话呗，改天请你吃个饭。不要说不啊，我不喜欢欠人情。行，关键不是聪明。等会儿啊，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喂，子辰，怎么了？你说什么？我知道，马上回来。不好意思，我先走了啊。留个电话嘛。